姚明226是什么梗？根据澎湃新闻的报道，10月6号晚，姚明现身新闻发布会称：“我知道你们叫我226。”很多网友就疑问：“这226到底什么意思啊？”姚明说的226是球迷给自己的外号。姚明的身高是2米26，球迷就简称姚明为226。除此之外呢，在2002年 NBA 选秀中，姚明被休斯顿火箭队选中的顺位是226号，由此这个数字也成为了能够代表姚明 NBA 职业生涯中的一个标志。这个称呼在姚明球员时期是正向以及褒义的，但是如今中国男篮在亚运会输给了菲律宾男篮，错失金牌以后，让很多球迷失望和愤怒，这个称呼就是贬义的。很多网友用这个词来抨击讽刺姚明，一直是他只有身高没有智慧。姚明本人对于这个外号表示理解，他认为自己和中国男篮在接下来会认真听取一些来自网上的意见和建议，之后在训练中以及比赛中能够继续的进行提升，争取在未来的比赛中能够打出更好的成绩。不少网友直呼姚明为篮球殚精竭虑，真的是对得起中国，我们没有理由黑他，大家认为呢？